近日，赵丽颖的最新杂志专访出炉，她在访问中罕见谈到了自己的爱情观，虽然不是直接描述她与丈夫冯绍峰的相处方式，但估计万变不离其宗。赵丽颖这样说。看完她的描述，终于明白为何冯绍峰对着赵丽颖总是患得患失。赵丽颖的爱情观实在太独立，她要求自己不要过分依赖对方的情感，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，这样的她也许会让伴侣很轻松，但在某程度而言，男方也许会因此而缺少了安全感。冯绍峰是怎么形容自己妻子的呢？2019年，他接受《奇遇人生》专访，谈及赵丽颖的时候，表现得很不自信，他甚至不知道女方嫁给他是因为爱情还是纯粹想要结婚生孩子。相信冯绍峰缺乏的安全感就跟赵丽颖的独立性格有很大关系。在节目中透露了儿子的小名想想之后，立即打电话向太太请示，得到可以曝光的允许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遇见天坛节目里，冯绍峰对张国立透露，赵丽颖非常爱干净，家里所有摆设都要按照他的要求摆放，其余人不能乱动。赵丽颖看似柔弱，但性格果断强硬，非常有主见。记者问她是否希望自己变得柔软，她摇头，她想要的是温柔，也就是表达的时候更圆融一些，而不是失去了主见跟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可想而知，婚后的赵丽颖始终在坚持自我。他在手机里面保存了一段话，那几乎成了他做人的宗旨，他对爱情的态度就是这段话总结出来的。赵丽颖找伴侣，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焦虑跟孤独，也不是想要对方帮自己处理生活上的困难，他更相信在爱情里需要双方付出，即使在婚姻里，双方都是独立个体，不依附在对方身上。赵丽颖内心始终有侠女梦，近年来，她饰演的很多角色都拥有强大的女性力量，这是赵丽颖理想中的自己。她一直想要表达的是，自己不是小女人，她觉得女性不应该拘泥于小情小爱，勇敢的话，一样可以拯救世界，肩负起更重的责任。这样的赵丽颖，本质是强势的，从她对爱情的态度，不难理解她婚后的选择，她没有因为当了妻子跟妈妈，就放慢工作的步伐，她宁愿减少与冯绍峰相处的时间，也坚持不断拍戏，她不希望自己被家庭束缚。此前，有媒体拍到赵丽颖跟冯绍峰趁着假期到三亚旅游，返回上海后，两人即各有各忙，进组拍戏。婚后，他们两夫妻同框的机会不多，偶尔会到对方剧组探班，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自己的工作。前段时间，曾有媒体拍到赵丽颖与冯绍峰抽空约饭，两人聚餐之后分别乘车离开，见面也就是一顿饭的时间，相当不容易。但这些都是赵丽颖的选择，不拘泥于小情小爱，她相信自己能够创造更精彩的人生。